我是莉莉，我是莉莉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放压岁钱，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枕头的下面。这都是过年应该要有的事。我手常常放在枕头下折半。没关系啊，对。我去拿到红包。好，妹妹的。好运哦！那你放个小枕头。对啊。可我的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。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可以在下方留言和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祝你们今天新年快乐！喂。林林我是伤害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。林林我是伤害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。今天呢，我们在阿妈家，然后呢，我正在画画。我们等一下要开始发红包了。那你这阿妈的来。新年快乐！哦，谢谢你，大家快乐。有没有下一个？大家看，天空最耀眼。下一个。好，谁大师？然后这个我们200块是先保的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保来。怎样？要给我。快乐。谢谢。哎、欸，你是真的是隔壁的。这样太快了吧？加一下，加一门口，好，不用不用。新年快乐，谢谢。然后你先帮妹妹领，好了，这是你自己的，来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嗯，然后去妈妈那边。那等下你要负责发。然后这是妹妹的，拿给她。嗯。你再给我大声一点。每年都是200块、啊。来、啊，你想要还有一个来，这是妈妈的。谁多少给你多少。妈妈也是200块、啊。哈哈哈。哎，奇怪，阿公跟阿妈不只能阿公阿婆接着。这是传统，好不好？我爸从小到大都是给我200块，一直到还是都给200块，每年都有给的，知不知道？嗯，那我们现在去跟谁要红包了？还是等他们来发呢？小六伯伯，快、啊、来找小六伯伯，走，来找小六伯伯，楼下，对，家你上边，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啊来了，哦，三个嘞，哦，三个要领红包的了，哦，哦，快点，来，快，新年快乐，牛皮今年发大财了，这个就给你。什么？快点抢！哇，一叠我也要。好像是藏在这里哦。快，先吧。我今天晚上在哪？来，快点！我看一下多少钱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三的新年快乐，讲了三的多少钱？先打开看多少钱。走，谢谢，小走了，爸爸带你回家了，我们不要打牌了。爸爸拿给阿妈，谢谢，帮我拿给阿妈，说你有屁给的。好吧，我先拿给阿妈，拜拜。哎，你们两个做什么？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上来了，来做小六伯伯的，来，等一下，这是小六伯伯的，小六伯伯说呢，你要这个红包还是小胡相一个，叫阿妈自己选。快点，小六伯伯的，他说你要这个还是要给小胡像一个？哇，你尿屁啊，包得济哦，歹势我较贪财，来啦，像一个。我？两行拢要按啊。啊，我这不要像一个啊。啊，叫阿伯怎样？不要。没有关系啦，阿伯很好啊。东西给你，你来给他。小胡，自己好多人都要听。快点，听的嘞。快点！今年响应环保，
两个姐妹又共用一个红包袋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红包袋不够。小安，你要说那有那要 double 才可以啊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！红白的把钱抽出来。耶，发完了。发完了。发完了。嘉宇呢？哎，嘉宇，嘉宇，对呀、啊，你干嘛挡在后面啊？害我红包是在口袋里面。嘉宇，你要出声音啊！讲什么？吉祥话，快乐。你要先叫我的称呼。紫平叔，紫平叔还不够。这红包不要了，不要了啦。谢谢。紫平叔叔前面要加一个什么？亲爱的啦。哇哈哈哈 ，double！ 哎，为了200块有需要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好，现在那个，要做什么？那个、酒鬼。要干嘛？要打牌。对啊。没有打牌。小妞，来，小，妞北北的，快点，还有队，哎，插队，小欧前面的。还好，小欧针对，小欧看去，小仙看进来了，快点！新年快乐！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谢谢。嗯、你哎，后面怎么多一个进来？后面怎么多一个进来了？谢谢。哦。嘉宇，快点！你想要不要下一个？应该要在那个吧。给阿妈。给阿妈的。阿妈的是恭喜吧。阿妈是我们小胡负责的没？啊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阿妈还是不见了。还有一个妹妹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一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一个妹妹的。你的是不是？妹妹睡着了，阿妈出来了，阿妈出来了。妹妹的是吧？这妹妹的，对。小欧来了，还有阿妈的，小欧，快点！哦，今年好多个，今天太多了。先放前面那人，你好多了。给阿妈开始。皮包装不下了。恭喜发财！再下一个。莫啦，相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。阿妹妹的。妹妹的。妹妹的要你赢了。阿个安，个台子个叫咩落地啊？是不是都领完了？还有那个，那个，煮饭杯的。哦，煮饭杯的，哇，太暗了，快点，好累，快点，哎，上来很累嘞。领红包了。对啊，还在准备了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我怎么这样一个？已经睡着了。那你带领，但是不能污掉。好。哎，爸妈妈不保证。来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是我怎么？我先跟你讲。来。你要想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。好。红包拿来。发大财哦。红包拿来。啊。没有下一个吗？哦、不要想阿北吧，想阿北才有用。爸爸在现场。林小五，听说贤宝已经开始赚钱了。听说贤宝已经开始赚钱，大家去跟贤宝恭喜发财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。你现在跑太快了。哎呀，阿妈头酸了。哦，阿伯在慷慨啊！这楼顶阿伯给你的呀。哇！叔叔。还不用亲。叔叔都上阿伯。还不用香一个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阿伯这大包呢。阿伯这大包呢。
可以去玩娃娃。先给妈妈看一下，先给妈妈看一下。可以玩娃娃。对。我不晓得。可以去玩夹娃娃，直接取货。你想？我看。喂，不能给他，不能给他。为什么这一包特别厚？阿妈，这把他们要给你。不加给我。哎，没。那我要给你。哇，人家有。哎，快点，有钻戒，有来来。你要再加一个，加一个。对对对。没跟姐姐。姐姐，好，是我的。哦，有嘞有嘞。生日快乐！哇，姐姐。哎，我们不是一人不是两包吗？还有啊。没了。为什么？没了。对呀、啊、哦。姐姐赚钱好容易，又加包包。你要不要自己干？没差了，没差的，都去日本、韩国，吃半个月啊！哎呀，不用看机场演唱会就有了啦，有没？新年快乐！这是爸爸给你的红包。嗯，今天睡着了都没领到，对不对？是爸爸给你的。这钱都给我们了。嗯。这是压岁钱，爸爸的可以拿放在枕头下面，那其他的都交给妈妈，知不知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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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不要让人家看到里面只有200块啊，爸爸给的红包啊，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嗯，新年快乐哦，小妹妹。